上集说的。那你的事情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失望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可以为了一个人、一样东西放弃我们，有一天他也可以为了一个人、一样东西而放弃你。比夫多干呢？比夫多干呢？比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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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干呢？比夫多干呢？比夫多干呢？OK， 我决定好了，我决定要去找咔咔，我要挽回他。哎呦，你要去哪里找他？ Australia。Australia， Australia 这么大，你要去哪一个地方找他哦？ Sydney， Sydney。你要去 Australia Sydney？ 罗伦讲的没有错，有些事只要我还有心，或许还是会有希望的。所以呢，我决定要去 Australia 把卡卡追回来。Australia， 可是卡卡不是搬去加拿大吗？罗伦已经跟我讲了，其实卡卡搬去的地方是 Australia， 不是加拿大。哦，原来，我也要去。不可以 ，No。哎呦，不要这样嘛！难道你忍心丢我一个人在家吗？就算我没有带你去，我也不要你待在我的家 ，OK？ 你回去美国啦。不要这样嘛，你就多买一张机票嘛。你以为我很有钱啊？帮你多买一张机票，你慢慢等啊，我才不要带你去啊。哎呦，机票的钱我可以自己出啊，你忘记我是美国人啊吗？我现在用的钱都是 USD 美金。负担得起，你就带我去哪？我才不要啊！你去的话，到时候酒店又要多加一个床位，你以为酒店很便宜哈？哎呦，不用担心，我们可以用 hotels 的饭来对比酒店的价钱，你可以选择你要的酒店星级，还有价格范围，之后再选择最适合你的酒店，就是这么简单呢、啊。还用你来教咩？我早就用这个 app 来找酒店了啦。现在重点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不想你跟我一起去。Please 啊，你就带我去嘛！我答应你，我会乖乖的，不会到处乱跑，给你添麻烦。No。Yes。我讲不要就是不要。No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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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。皮肤都干了。比夫都干了，比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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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干了，比夫都干了，比夫都干了，比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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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干了。为什么你就是硬要跟我来澳洲了？哎呦，难得你有来澳洲玩嘛，所以我也跟着你来玩呀。什么来玩？我不是来这里玩的 ，OK？ 我是来这里找人的。哎呦，是你这么。这样子找到人家，你干嘛不要直接没事刷他约他出来就好了嘛？你以为我不想联络他？重点是我们分手后，他就人间蒸发了，他把他的 Facebook、Instagram、WeChat 全部都关掉了，所以我才联络不到他了。哎呦，下次他回来马来西亚，你干嘛不要拿他的联络方式？哎呀，我忘记去，那个时候哪里会想这样多？哎呦，这样你周末又不要从罗兰那边打听一下，看看住在哪里？毕竟他没事情去，他应该会知道的。我才不要啊！以前我就是因为卡卡才会和他闹翻，现在我虽然是和他没什么问题好啦。但是我就是不想欠他人情。哎呦，你很多白灯啊！你才很多白灯啊！总之，你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啊！不要再闹失踪了。好呀好呀，我答应你啊，我会乖乖的，无论你讲什么，我都会听。这个是你自己讲的、啊？是我林聘勇自己讲的。OK， 很好。等我。喧嚣淹没山河铃响，顶着太阳听着领导演讲，头发长的都上来发展，那年秋天借给你的外套留着淡淡你洗过的芳香，你的课桌仍刻着我的名字，你的模样却渐渐淡忘，天天年年月月开学，转眼到期末，直到分开时
回头的你叫我怎么，最遗憾不是离开你，是还没说出喜欢你，后座上紧紧的你，脑海里全是你，街灯亮起还不见你，也怎么才能留住你，阳台前回头的你叫我怎么忘记你、或许我们真的没有缘分吧。嗯，就像你之前说过的呢，有时候错过鸟就是错过鸟，所以你现在错过鸟呢？兄弟兄弟，我说错话了。难道我就要这样放弃了吗？嗯，兄弟兄弟，算了吧，也许他现在过得很好，我还是不打了哈。嗯，所以我们可以去玩鸟吗？哎呦，你不要这样凶看着人家嘛，人家也是为了你好，你花了那么多天的时间，那么辛苦，可是还是没有找到他。而且哈，我们明天就要回去鸟，剩下的一点时间，你就应该让自己好好享受，开心一下嘛。或许有些事不是只要我有心就能改变什么。看来我真的错过了吧。你说的对，剩下的一点时间就应该让自己好好享受开心一下。走，我们去走走逛逛啦。嗯，耶，终于终于，走吧走吧，时间有限 ，Go。皮肤都干了，皮肤都干了，皮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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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干了。